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以成为概念的若诺伊品牌，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总能为当前的时代呈现出什么新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它成功的历史从1853年以最伟大的匈牙利陶器艺术家若诺伊·威尔莫什开始，他开发了许多发明。由于他创造精深，而诞生了若诺伊瓷器、曙红釉彩和像花岗岩一样结实的尖柱陶器。若诺伊·威尔莫什不仅仅是匈牙利陶器艺术最重要的大师，他为工厂和祖国在全球赢得了声誉。即使现在，他的精神在当前的产品里也能表现出。197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博会上，击败了其他著名瓷器制造企业，获得了头等奖。工厂的历史、陪气城市和多才的若诺伊家族命运，以及整个匈牙利的历史相互交织。若诺伊的精神是以对艺术的热爱、对发展和更新的渴望，以及致力于创造更美的、更好看的以及更耐时间的价值为特征。若诺伊手工创造的和手绘的产品被录入匈牙利产品名录，是当之无愧的。若诺伊陶器已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私人收藏的珍贵宝物和国际展览最受欢迎展品，其技术是丰富多样的，同时在所有领域都是独一无二的。若诺伊瓷器的价值来自于投入产品的劳动、员工的高水平专业培养、对职业的热爱以及手工的产品形成和绘制。多元化是这个品牌的最大优势，因为在很多领域能够实现其他陶器工厂无论是单独还是携手都做不到的成果。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传统和创新的总和。21世纪若诺伊品牌重新繁荣，又恢复了在遥远过去曾有的社会、文化和专业地位，因为若诺伊品牌是值得维护、支持和认可的匈牙利无价之宝。我们为19世纪传统、新艺术派运动的建筑特征而感到自豪。若诺伊品牌在其历史上一贯是以创新和实验精神为特征的。听到若诺伊名称时，人人都会回忆起同样的事情。在眼前开展的都是无与伦比的美丽手绘制瓷器，彩虹那般的曙红釉彩器皿，以及装饰着公园的雕塑、喷泉和华丽建筑。若诺伊品牌对未来的展望仍然重视手工制造文化和若诺伊特有的传统形状，但与此同时也要适应当前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因为我们希望维护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若诺伊陶瓷器皿有传统的也有现代设计的组合，各种各样的附件可与组合搭配，不仅能形成符合个人品味的套件，又一变不断的扩大。若诺伊瓷器厂有着庞大的产品系列，6500多种产品造型，4000多种装饰图案设计，通过结合二者而创造产品。这家已经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制造厂和优质手工制作的瓷器，有着同样的意义。美丽是在彩绘坊诞生的。制造一件产品，一半需要通过15个人的双手。由于独特的釉彩和彩绘技术，若诺伊瓷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广泛使用18克拉黄金和白金的传统，无论是在欧洲、美洲还是中东，都是公知的。世界各地众多著名人士都在收藏若诺伊产品。19世纪80年代，若诺伊·维尔莫什研发了建筑陶器，用这个原材料在建筑内外都可以使用耐用的优质装饰品。如今讳莫如深的曙光技术使得若诺伊工厂赢得举世闻名。世界上唯一能生产曙光的是若诺伊工厂。享誉全球的艺术家如奥帕蒂、奥布德、山罗尔、茂克、洛伊什和尼开斯基盖作，使用这种技术创造绚丽精彩的艺术品。若诺伊的建筑陶器工厂用手工加工的方法和技术创造艺术品质的陶器产品，同时工人相互专教数十年的专业经验，工厂仍然能重现这种产品。布达佩斯马加什教堂、国会大厦、众多博物馆和公共建筑等数千栋楼都能证明建筑陶器原料的高质量和耐久性。若诺伊工厂跟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艺术家们如雷赫内尔·欧敦、维克多·瓦萨雷利、利波勒奈·约瑟夫等人多曾共同合作。